我等一下想到要读什么什么的。我教你读什么啦，你就读说，等一下第一回合谁盖最后盖完之类的，有没有？好像不错哎、欸，我们要想一下第一回合。你那么爱赌，我们题目就来跟赌博有关啊。好啊，大家都这么爱赌，跟朋友赌过最狂的赌注、嗯，最狂的赌注，小时候应该都很爱那边乱赌啊。好，没问题，地桃啊或者什么的啊，真的哦，有这么狂的赌注哦，好难想哦。之前跟我这么人洁身自爱，我都不赌的、欸，球风都是不赌的，他只开赌局。对啊，我都做庄家哎、欸，你是要赌王啊？可以啊，要不要就这一题啊？好啊，赌过最大的还是最狂的？最觉得最壮的吧，或是听过、啊。如果你们没有自身经验，就听过。哇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有什么样子的概念？你们都超狠的，这个根本是谋杀吧？我这要转投胎才能办到，这要投胎的。哇，哎，我盖的 CP 值是最高的，好不好？你根本就没价值，哪有 CP 值可言？哎，我这个人家拍我几乎都拍中，好不好？那是会猜，不是你盖的好。但是我盖的好啊，慢的是繁星跟哈记啊，繁星跟哈记，哎、欸，到底是繁星还是哈记？哎、欸，按钮在哪里？有找不到、哦，在猪旁边，猪旁边，一下啦！哎呦，恭喜哈记！等等等等，哇，才盖一半而已，那么久。阿记，你身为一个老屁屁，竟然盖这么久。啊，欠债啊，欠债啊，欠债，已经欠债了。撒谎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我真的不知道这是什么。这为什么会算是一个惩罚？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赌注。这个、是为什么？这个这个难了，这个难盖了。这赌注好健康哦。所以哈记，嗯，你刚刚写的这个事情是惩罚，是不是？所以你要被观众骂哦。谁猜这种题目？这是题目。哇，哎，哈记是好酷哦。哎，有撞题了啦。哦，你们一起赌哦？你们怎么都这么休闲活动啊？这哪是赌注啊？这样的对。那个不敢玩的，会真的是一个很可怕的事。啊？怎么有一样的？这是什么？难盖了，难盖了。为什么？大家最狂的赌注就是做这种事哦。大家最狂的赌注是做这个哦。这是最狂赌。哦、真是青春啊，我抽到题目永远都是休闲的。休闲的，你是不是在我后面啊？我不知道、欸。他可以看到出题的是谁啊？哦，是 BU BU 开头的。BU BU 哦，那可能你是走错棚了吧？你 BU 你看到鬼哦？我是没有 BU 开头的。我告诉你这是什么好不好？我的也是哎、欸，是不是 BU IL T 开头的、啊？BU 哦 ，CH 啦。那、啊、我啊，你很休闲呢、欸。我也不知道，看到的我也只能猜那些东西而已。跟我刚才的好像哦，这我出过的吧？什么？这是盖子也可以盖那么久？那为什么有东西飘在上面？而且它有盖人柱哎、欸，我还看不出这个人是哪一个人呢、欸？又是东魔君吗？到底是谁那么爱盖东魔？阿比阿比，那个叫做小黑人。那是东魔君吧？没有，你那是黑色的对不对？啊，那一定是帅气系的小黑人。结束了是不是？提提。丢下湖泊，还蛮精致的。我出的，丢下湖泊，我盖的，我盖的。赌注啊，要不要说一下？湖泊吧，其实不是我赌的啦。跳水台，哦，老啦，好高，好高。跳水台，那人长得好可爱哦，开心的，有种要讲说泰瑞的感觉。从高空跳水，酷哦，这个很好酷哦。手手还可以动，巧克力是什么东西？东魔君，东魔君嘛，超级帅气小黑人，有没有？超级东魔君，脸长得倒钩。你是摔到了是不是？跳水，我拍到好不好？看，你假的勾在上面。但是觉得那个姿势非常的微妙。高空弹跳，这我出的。高空弹跳打算赌注，嗨！算啊，为什么不算？有些人弹跳就是了。我想把他推下去，可是我来不及推他。推不动，推不动。哎，怎么死了？这是游泳池吗？有点帅啊，有点帅，而且你们都盖好高哦。巧克力，我还刚出来对啊，怎么了吧？哎，其实你盖的其实跟巧克力盖的多魔君有点像哎、欸，蛮类似的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等一下，好像表达有一个绳子。哦哦哦！我终于看出来了，这是外太空旅行，对不对？太空来的阿米。
刚刚表达有一条绳子，然后他要跳下去的感觉。他的头在哪里？他的头在这个蓝色眼睛。这是人吗？这是人吗？他从侧面看。这是人吗？太好笑了，这句话好贱哦。再来一个，你问实况主告吧。那还好啊。哦，是实况主干鱼干。那你跟谁告完？这是谁？我没有、啊，所以你是指谁？你是指谁？我想说要出一个很狂的题目。解题书，完美完美。我觉得他这个带的还蛮不错哎、欸，这是什么？看这个，完全有意会到那个。鱼竿变人柱了。代表什么？情书给谁？你烂哦！你衣服跟裤子反了啦！放反了啦！你放反了啦！还是痛啊？烂透了，完全没有涵养！烂透了！猜谜哟！好啦，看一下这个啦！更简化了吗？这是什么东西、啊？这白色是什么？鬼鬼，你可以告诉我为什么这里有一点吗？它是衣服啊！哎、欸，对啊，为什么那里有一点？对啊，问你啊！什么多一点？多一点呢、啊？告白多一点，白多一点。你看我都有帮你猜进去，好详细啊！跟路上大叔告白，这是什么？你们真的很喜欢告白哎、欸！盖着这个路上，阿俊，你盖胡子大叔吗？胡子大叔，大叔，你盖着胡子，白色的阿俊，远远看有点像猴子的颜色。白色，而且这个你在干什么？胡子大叔，这是什么？阿敏，这我不知道我怎么盖这。我 Google 了，我还是不会画。因为这就是知足啊，知足你好可怜哦。对不起，阿比你的 Google 能力，知足好可怜哦。阿比盖的不是我们，跟我们没有关系哦，跟我们没有关系。告白就直接简略到告白了，简略告白了，告白了。这就是我盖的告白，我猜对了吧？我只有两个字而已，就只有这样而已。好了，我猜有人在跟一个人告白。我输了，去捞金鱼的夜市摊进去泡脚。他自己有去泡脚、哦，以前不太懂，就是最狂的赌注。你看，他手上拿什么？捞金鱼花糖。是他把金鱼仙女棒一个鱼变成人的那种感觉，他手上就有那个棒法棒。我说是钓鱼，你看这个老板，他整个眼冒都红了，气炸了吗？你这叫钓鱼哦？你这混账，我可以把脚伸到我的钓鱼池。钓鱼算什么惩罚、啊？不知道。哦，这好简略。这种鱼在冰天雪地下。冰天雪地。你看里面啊，啊箱子里面都冰块啊，不晓得谁放的。是吧？那个是钓鱼，通常都会拿那冰块去保鲜的那个。哦，原来如此哦。可是我觉得钓鱼不是惩罚、啊。对啊。钓鱼要放冰是吧？对啊，钓鱼太一般啦、啊，所以要在冰天雪地钓鱼才叫惩罚、啊。这我盖的，有没有冰天雪地的 feel？ 一个冷冷的，这是什么？我尽力了。穿衣服当是哦，你有做过这种事哦？没有没有，我赌，但是没有成功，好不好？可是你有拍暗杀装拍影片呢？多么美丽的风景，多么好的环境，为什么我要变成这样？不要拍我这种东西。事后一概不认账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没印象没印象。你是有戴猫耳还是什么跑操场吗？你没有比赛赢的啊，对啊。然后那时候说如果进四强，我就做这件事啊，没有成功，可惜可惜。太可惜了。不可惜不可惜，不是这怎么说都不对。可惜可惜。穿女服装自拍。自拍。哦。还有手机自拍。还很烂哦。我以为这个人只是拿来自拍用的而已，没有任何含义。谁看出来是什么？差很多，这不是帽子好不好？是啊，那个是女仆，不是会戴一个那个叫什么？那叫女仆帽吗？女仆帽啊，对啊，对啊，有啊，有像啊，我觉得我盖的蛮像的。自拍，你就变肥宅在自拍了。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拆歪了，你手都打反了。没有啊，自拍那个啊，啊对哦，可以朝内哈。你的自拍就没了，我就没有自拍的哈。拍的啦，手机打反了。这是什么？我没在自拍啊。你这样自拍自己看不到画面啊！阿基好坏哦，直接表凡心有没有？什么？请问什么叫做当一只吴郭鱼？就是你要模仿那只吴郭鱼在大家的面前。什么
鬼鬼你还好，我懂你，有没有？无限国古神语化，无国语，无限鬼就是你，你不觉得很像水沟吗？比较常见在水沟，然后就带了一个这个，为什么会有两题一模一样的东西？没有在北极啊，你一个钓鱼，这是惩罚吗？我觉得是惩罚，这个。欸、我有猜的狂一点，我猜出海捕鱼，你还知道小船有没有？出海捕鱼去。等一下，巧克力姨什么时候穿女服装的？我们这边一堆人都在讲。没有啊，没有啊，就没比赛就没有进啊。女仆桥，艾莎桥，求女仆桥影片。我很想问阿比，什么叫做当一只无锅鱼？就是表演一只无锅鱼啊。那表演无锅鱼和表演小丑鱼有什么差别？没有差别啊。那要怎么知道是无锅鱼？就必须要让大家知道啊！那什么叫做高空弹跳？这个真的很像太空漫步哎！我对高空弹跳的印象就只有会绑一根绳子，然后就会跳下去。好白痴哦！